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今天2022年的10月13号，欢迎回到《虎啸人生》。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哎呀，哎，大家是不是兴致勃勃的要去投票了？是不是？啊，好像我之前都讲了，你看我们跟那个后门政府呢，战斗不了这么久啊，所以我之前都讲了。如果这次啊，我不去投票啊，去教训后门政府这群人的话，哎呀，我就不是男人呐、啊，跟你讲啊，我就可以变性了，就可以穿高跟鞋了，我跟你讲啊。那么这次好了，今天呢，绝对是坏消息，绝对是坏消息啊！这次我高跟鞋都穿定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因为呢，投不下去了的。啊，这个票没有办法再投了的，啊，真的没有办法再投了，真的是超坏、超坏、超坏、超坏的消息。因为呢，又是安华害的咯，啊，我看呢，大家也投不下去了啦，啊，安华刚今天特地开一个记者会呢，他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呢，安华。老马、丁丁这个组合呢，这个铁三角呢，可能重新合作。OK，啊，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啊，不要跟我讲，我知道很多观众、很多朋友讲，一定要投西蒙，就西蒙会救马来西亚，就西蒙会救马来西亚，就西蒙会救马来西亚。Sorry，啊，这次投西蒙呢，就是投老马，就是投丁丁，这票你投得下去吗？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甘愿穿高跟鞋，我都不会投西蒙。我跟你讲，啊，甘愿切掉啊，甘愿穿高跟鞋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啊，我绝对不会投的。啊，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一样啊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来，我们来看新闻呢、啊。哎呦，坏消息呀、啊，坏消息呀、啊，坏消息呀、啊！这个 MMA 解释一下啊，马哈迪、穆希丁。安诺正好就是那个 MMA 综合格斗技，MMA 组合呢有意重新合作备战第十次啊，出战了不是备战了第15届全国大生完了咯啊！你看我跟你讲，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呢，我看真的是浇一桶冷水，真的浇下去啊！然后我还要回家站队投票的，知道吗？我要投票教训后门政府，结果这个后门政府的手下呢，丁丁啊，你叫我怎样投给他？安华今天特地宣布理念相同就能谈啊，不用讲什么，我跟你，我基本上可以保证到最后他们一定是合作的，老马、安华跟丁丁到最后一定是合作的。啊，什么上次那个后门政府西来登政变呢，通通可以忘记啊！他们一定会重新合作的啊，跑不掉的。那安华跟马丁丁啊，不排除再度合作啊。他说西蒙呢，而且他现在安华是带着西蒙进去啊，就是带着火箭跟陈进党啊，跟马萨布啊，啊带着那个小林啊，那个小林肥鹿啊，跟那个啊，你看我们这次啊。我们这次其实要支持西蒙，我们要支持西蒙，但是安华这样子做呢？你讲我们怎样支持？怎样支持？啊，他起初早上是收到这个啊，他们两个又要合作了，这个丁丁跟老马要合作了，然后安华突然间下午插一步进来呢，宣布呢，安华也要加入，组成他们的大帐篷啊。他们合作呢，绝对可以跟那个不同呢啊打得过，打得过啊。但是之后的代价呢，你就知道咯，啊，这几年发生过的事情呢，重新又会发生，重新会发生啊！他们三个呢，一定又是轮流做首相咯。等下其中一个又不要交棒咯，不要交棒呢，他又跑去跟阿玛扎黑跟巫统合作咯，啊，然后又组成第三代的后门政府咯，啊，又重新重演咯，啊，这三个呢，他说。可能啊，这次安华还没有做，他先给安华做啊。安华做2年呢，就换丁丁，等下又换老马啊，所以又来啊，重新来过啊，重新发生过啊。那个后门政府3.0呢，可能出现了，所以叫大家呢
怎样投得下去这个票啊？投老马，你还投老马啊？你支持安华就支持老马，所以呢，这个重演了上次马六甲州选举那一幕了啊！马六甲州选举的时候呢，人家所有人呐、啊、都是跟安华讲，拜托你不要收青蛙，那四个青蛙四头青蛙，你不要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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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收。人家讲了几百几千次叫安华不要收啊，安华还是收下来呀、啊。收下来之后呢，啊，结果在马六甲呢输到一塌糊涂了，啊，马六甲因为他收青蛙搞出来的嘛，啊，所以呢没办法咯，这个青蛙的土地呢，青蛙的大弟子呢就是这样，所以不要再给我讲了啊，以前呢，啊，那个来骗我们华人啊，我也是给他骗去啊。他说：“马哈丢变好啊，马哈丢，老马变好人了啊，老马现在的老马不是以前的老马啊，大家都相信啊，大家真的是去投了那个票给老马啊。那么现在我同样一句话跟大家讲呢，安华也是不会改变的，安华就是老马的大弟子，第一个弟子就是安华啊，所以老马怎样，安华就是怎样，大徒弟来的吗？啊。”所以安华也是不会改变的，我这些话讲完了，所以真的很受力，没有办法了啊，没有办法啊。所以呢，我讲呢，本来现在不投票给那个后门政府呢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呢，那就不是男人，没办法啊，穿上高跟鞋了，没办法啊。大家怎样？来，我们看一点新闻呢。那么跟大家 update 一下那个这几天的那个情况啊，这个4.7了，就要到4.469多了。然后对新加坡钱呢跌到3.27，那个马股刚才也跌，所以呢，你看啊，他突然间宣布解散国会的后果呢就是这样子了啊。我都讲了，这个星期呢继续跌啊，然后那个政府有点 update 呢，就是那个高级公务员呢现在可以做 business class 啊，还是很有钱呐。啊，所以呢，他的 budget 呢开得这么大，哎呦，就是给他们做 business class 啦，啊，真的啊，所以他那个才会花到这样多钱呢，跟你讲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劳民伤财，那么现在槟城的人民的意思啦，啊，槟榔人的意思啦，压马还呐，啊，紧加马还呐，我老诶，啊，倒冷拜呀。马环呐、啊，啊，因为你现在投了之后呢，估计11月一定要投了吗？啊，投了之后呢，明年5月、6月呢又要再投啊，啊，你以为我们槟榔人很得空啊？啊，不然保赢咩？啊，只要保赢咩？啊，大家刚和路去投票啊？啊，保赢啊！哎呀，我都不会讲槟城话啊，所以人家人民就叫他快点一起啦。槟城你又不会输啦，你干嘛不能够一起呢？啊，新盟现在呢，啊，不能够决定哦。那么丁丁的那三个州呢，那个一党的那三个州呢，啊，也是大概明天才会宣布哦。啊，所以以后天天大选哦。啊，人民已经够不得空了呢，要天天搞了这样不得空。那么。针对这个课题呢，我也不想讲太多了。那么还是听听大家的留言啊，如果他们三个真的合作起来呢，你会不会去投票啊？还是你会投给马华，投给那个巫统？哎，可能会哦，啊，可能没办法哦，啊，赵丽看到老马呢，你不要怪我啊，啊，不要怪我啊，啊，大家会不会是这样的那个想法呢？啊？宁愿投给巫统啊，都好过他们，好过老马、丁丁啊，加上安华啊，sorry，安华没有机会啊。你安华要呢，就是你自己来，你自己来呢，哎，人民会支持你。所以呢，就上次马六甲这样呢，人家叫你不要收青蛙呢，你不听吗？现在呢，我们一样的安华，我们告诉你，你不要跟丁丁跟老马合作。你跟丁丁跟老马合作呢？Sorry Sorry Sorry 啊，Sorry Sorry Sorry，对不起，Sorry，跟大家抱歉啊。这个后门政府呢还没倒，
后门政府3.0呢，随时会出现啊。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我们下回见。